动漫展非常多的人。然后这个是氪金之柱，然后这蚁人哦，然后这个是我们巧遇 TXO 战队，这也不是巧遇啦，他应该是为了我去而来的，只是被非常多的粉丝就是包夹，就是没有办法与我相认。拍摄拍摄新闻的新闻。OK。对，然后我就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后面太大声了。反正两个高中生讲的话应该也不重要吧。好的影片都要突如其来的结尾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其实我只是进去晃圈。对，还蛮空虚的。进来一下，然后发现没有TXO，没有TXO，然后就走掉了。非常的优秀。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点个喜欢。如果你很讨厌这部影片呢，记得点个喜欢。对 ，Yes。然后再加一点订阅，我已经快要130了，谢谢大家。那我再快要进入佛系状态，要准备学车。对，加油。然后这是他现买现穿的外套，前一天刚买，热腾腾的，真的。然后就拆开热腾腾的，好热，真的。然后现在在外面，气温这个多少？请直射太阳，直射太阳，不会到30了，谢谢大家。但是有20，热死了。那拜拜，拜拜。下趴的幕后花絮，呵呵。